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工程。昨天的官方通报说是，是活动板房，不仅建设速度快，而且花式组装完成的集装箱直接调运到这里来拼装完成。但是现在正值春节期间，这一个专门医院呢，建筑面积为2.5万平方米，可以容是通告呢是在昨天夜里刚刚发出的，或者说今天凌晨刚刚发出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能得到有效的官方信息并不多。我们14例还仍在院治疗，重症106例，危重症23例。这个专门医院呢，现在是由4家单位在统一建设，包括中间。